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从第二个字看起。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这一段我们有参考资料，列举出三藏法术里面的广六度啊，对我们的修学都很有帮助啊。修行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与自信相应的生活啊，这是真正的幸福美满，这一生享受的，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来生我们确实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即使成佛之后一定像阿弥陀佛一样，摄受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苦难众生。六度是菩萨行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华严经》讲十度，十不了。十度跟六度意思相同啊，十度是讲般若波罗蜜又开为五度啊，方便愿力智。讲六度呢，是把后面这个通通归纳在般若波罗蜜里头。我们现在用的是李老师的大专讲座里头的讲法啊，它里头般若就有方便啊，那么这个方便后面还有愿力智啊，这就省略掉了。能够理解，能够明了，能够用在生活上，这真正的受用啊。前面我们学了布施、持戒，我们再看呢忍辱啊，第三呢忍辱，忍辱有三种。人害是苦修法啊，人为的加害，我们生活当中
佛给我们说了四种境界。啊，第一个人事，善缘恶缘，人还是恶缘。啊，他存心来找麻烦的。这个恶缘必有原因，原因是前世的，过去生中的。啊，我们曾经对不起他，曾经害了他。这一生当中遇到了，有意无意的伤害我们，这么因果报应呢，一定要清楚啊！无意的，那我们过去对他无意，他今天无意伤害我们；有意的，我过去有意伤害他。今天他有意报复，知道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的心就定了。我们愿意承受，没有怨恨。逆来顺受啊！我们以善心。以善意回他，希望这次果报完了之后，生生世世结了法缘，将来是同参道友。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佛陀教育，迷惑颠倒造的这些业，现在要忏悔。要把这个业障除掉，人害里头最严重的，像忍辱仙人，修忍辱度，遇到隔离王，这是最严重的，这叫冤枉啊！仙人是善心善行。隔离王是个暴君，认为这个修行人不老实，诱惑他的宫女，把他处死。这些宫女发现到这修行人在山洞里修行，向他请教，他给他们开示。惹这么大的灾难来，凌迟处死。格里王问他：“你修什么？”他说：“修忍辱。”好，忍辱，看你能不能忍。一刀一刀的割，能忍，再割。割到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怨恨？没有怨恨。真的没有怨恨。最后告诉格里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忍辱仙人被害死了。这是世尊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纵然遇到这样的恶王，我们行善行善。都没有丝毫忏悔，这叫忍辱波罗蜜的圆满。《涅槃经》有详细记载这一段故事。所以，一切人为的加害，通通能忍，若无其事。第二个是苦，这个世间苦，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算不错了，比我们苦的人太多了，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居住的地方，这世界上有多少这种人？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人太多，没有办法帮忙啊，帮不上忙。啊，我们只有将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们。啊，力虽尽不到啊，帮助的心没中断过。啊，遇到有机会，一定要帮助。啊，人有财，财不能继续。佛在经上讲得很好，积财伤道啊！啊，多少苦难的人需要财用，结果你把财用守住了，啊，刚才也说过了，有一点钱想拿出去，没用处。无济于事，而且你捐助未必他能得到，这是果报如是啊！啊，果报在眼前呢、啊，什么因？从果我们就看到因，啊，这种因我们决定不敢造。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全在眼前。我们如果不是学了佛，不知道修缘，可能我们今天会遭遇他们相同的果报。学佛之后，业转了。啊，现在一时可以温饱。免除啊受世苦啊！啊，这是经师所修的，不是过去式的。啊，经师修，经师就得到了，这还不能不相信。啊，是这个样人。啊，第三种修法，修法也很苦，求学，活到老学到老，这学不了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啊，佛告诉我。掌握到原则，掌握到原理，修学就会有真正的成就。啊，如果原理原则掌握不到，浪费的时间很多，浪费的精力很多，得到的很有限。啊，不能掌握，他所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他克服不了啊，心定不下来。忍辱是一心的前方便啊，一心是功夫啊。
啊，一心是禅定啊，智心一处。我们现在明白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搞了几十年了，一定要把心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绝对正确。啊，84000法门，这是无上法门。你把心住在阿弥陀佛，不要住在别的地方。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平等看待。啊，以真诚恭敬来应对，决定提升自己。顺境善缘。没有贪爱啊，逆境恶缘正是消业障，断烦恼啊。所以，把境缘都变成了法缘，都帮助自己提升，这叫回修。啊，他的功德不是什么东西不是呢？布施的功德不是，持戒的功德不是，啊，还作为进修后面精进禅定般若的基础。如果不能忍呢，后头这三个没有了。你怎么可能精进？不可能的。啊，你说你闭关念佛，我遇到过，哼，大妄想。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戒坛出来之后。有同学有福报啊，哎，去闭关去了。啊，他闭关期间3年了。过了1年，我就看他。哦，他给我讲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这官方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心不定。关的那个房子不自由啊，自己把自己关在里头啊，啊，情绪乱七八糟啊！啊，向我借一部书，《中观论》的注解。啊，进关的时候，我借给他的。3年出关之后，书还给我了，没看过，没有翻动过。3年在官方里进大妄想，这个错了。啊，古人。住山闭关是有条件的，啊，什么条件呢？自己已经得定了，已经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住山闭关呢？他没地方学了，他该学的都学完了，毕业了，啊，可以弘法利身去教化众生了，没人请他。啊，所以就闭关。以前的学人参学，什么是真正善知识啊？
闭关真正上知识，你就叩关向他请教，他要没有能力教你，要讲不出来，你就可以把门关房门打开，出来跟我一起去参学，你还不够资格。不是一般人呐，所以现在人这种知识都没有了。以为闭关出来就高人一等，那个闭一次关就傲慢一等，再闭一次又傲慢又深一等。全搞颠倒了。所以忍辱能布施功德，布施持戒能积功累德，能忍就不会失掉佛门有一句谚语说火烧功德林，那个火是什么？发脾气，忍不住了情绪一发作，功德全烧光了，所以功德很不容易累积，福德没有关系，福德可以带得走的，功德不行，功德决定不能发脾气，心平气和，功德才能保持得住，所以人在临命终的时候。祖师大德一再提醒我们，决定不要去碰他。他断气之后，不但不能碰他身体，连他的床都不能碰。你在他床铺走路的要拘礼一点，不要碰他。为什么呢？怕他发脾气。这个时候一发脾气，一生功德就烧光了，他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是相当不容易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就在忍辱波罗蜜。小成就小忍辱，大成就大忍辱。不能忍的没成就去障忍辱是对治成慧的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成慧不生。贪爱不生，这就成就了。第四个，精进波罗蜜。精，是精纯。精液，它的对面是散乱。所以古人叫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深入是精。常识熏修是静，不能多，不能杂。事出世间学问，全在开悟。东方的教学，以开悟为
宗旨啊，这宗旨最重要的。啊，小悟、大悟、彻悟，啊，彻悟的人少，小悟的人多，大悟的人不少。啊，修行人一定要到彻悟。啊，不能彻悟，那要想出离六道轮回，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小悟就可以了。迷惑对往生都是障碍。迷惑的人多，特别在现前这个社会。啊，李老师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3、5个。60年前说这个话，现在10000人当中，大概只有1、2个。现在心更乱了，修行人最重要的，怎样把心定下来？啊，不为外境所转，这叫功夫。啊，还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呢，功夫没有了。别的法门不谈了，单说念佛了。他往生没有把握，那么精进有三类，第一个叫披甲，这是披甲是比喻。啊，古时候，士兵上战场打仗，要披上铠甲。啊，保护自己，取这个意思。啊，现在战争，冲锋陷阵是战车在前面，那也是披甲，坦克是披甲。啊，可是今天的战争呢，已经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是核武，是生化，那甲没用处。啊，战车在原子弹下面，一刹那就融化掉了。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啊，意思是勇猛精进，绝无退转，取这个意思。啊，精进要向道，啊，今天能不能向弟子规精进，能不能向感应篇精进，能不能向十善业精进，这个好。如果能像这个境界啊，一年，你过去没有扎的这个根，全都给补出来了。
精进管用啊！啊，一门其而不舍。早年我教汤池的老师，我给他是4个月的时间落实《弟子规》。啊，其中的包含感应篇跟十善业，要求要做到啊，要真干呐、啊！啊，他们真不辜负我，我无比的感谢，永远的感谢。啊，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不难呐、啊，真精进的，日夜都不懈怠，念兹在兹。啊，汤池的实验做成功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啊管用。不但全国人觉悟。明白了，啊，海外还有许许多多国家地区，他们也醒悟过来了，啊，肯定古圣先贤的教诲呀，今天还管用。这个成果是靠精进得来的。那么第二一类呢，是善法。佛在经上没说的。啊，但这桩事情是好事。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这个善是对自己有利的，自利。后面呢，利要是利他的，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类有利，对全世界有利，更要去干。啊，没有这个缘，我们要常常说。也许有人听到了，有心人听到了，他想通了，他真去干去了。啊，好事不一定要我去干的，谁去做多好啊！啊，等于是我做的。我还得省心省事，心想事成，啊，永远对人是感恩的。自己有这个缘，就不能懈怠，就要真精进，啊，断我修善，自利利他了。功德呢，增善，灭恶啊，不善的远离了，消失了；善的天天在增长啊。你说这样的人生能不快乐吗？
法喜充满从哪来？从这儿来的呀。天天有进步，天天有悟处，天天生欢喜。不退。自己能够体验到自己不退，这是真境界。天天都有进步，天天都有悟处，天天都忏悔，天天都改过，天天都自信。天天都向上，这个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精进。对峙的是懈怠，不精进就懈怠了，就懒散了。功德就不能成就了。念佛要精进。在看微信的同学，在网络上我们一起学习的同学，要把念佛这桩事情作为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工作不是要用意念的，是劳力的。我工作也可以念佛，不妨碍念佛。如果这个工作是要用思想的，我就把念佛放下来，把工作做好。做好之后，我接着再念。二六时钟不要让念佛中断了。睡着的时候不知道了，一觉醒过来，佛号就起来了。做个真正念佛人，真正念佛人，与释迦弥陀相应，与十方一切如来相应，就这一句佛号，功德无量无边。慈云灌顶大师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经咒忏法，没有一桩能比得上念佛。大灾难，什么方法都没有效，念佛这个方法还是有效。消灾免难古往今来懂得的人都真干了。我常常劝同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佛的能量要达到登峰造极，必须是真诚心、恭敬心、大菩提心。大菩提心没有为自己，为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感应不可思议。人越多，力量越大。人不一定聚集在一起。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面都一样。将念佛的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啊，回向消灾免难啊。通常回向是回向三个，回向菩提，我们回向极乐世界啊，回向十七真如本性，回向一切众生啊，愿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愿一切众生消灾免难。这个念头好啊，啊，今天科学家证实了啊，念头能改变物质环境啊，地球上种种灾难是物质现象，念头能改变这个现象啊，念头一定要坚定，不能有丝毫怀疑，有怀疑把我们的功夫就破坏了啊，丝毫怀疑都没有。佛这样说的，科学家也这样说的啊，科学家提倡以心控物啊，他们发现物质从哪来的，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念头可以改变物质，我们一定要相信，绝对不怀疑啊，身体有什么变痛，把它放下，不要去理会，根本不想，就念阿弥陀佛，念念，哎，身体就好了，毛病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念头改变了你的身体啊，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啊。所以秘诀就是你根本就不要想它，这就是秘诀啊。你想它好想它不好都不可以，不想它，只想阿弥陀佛啊，能治万病，什么严重病都能治啊。寿命到了，念佛就往生净土啊，寿命没有到了，什么病这一句佛号都能把它念好啊，为什么不念啊？什么业障念佛都能消得掉，什么烦恼念佛都能断得了，为什么不干啊？你之所以不干，对于念佛这个事情没搞清楚啊，这是人真搞清楚，哪有不干的道理啊？要怎样才能搞清楚？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一部《无量寿经》的集解就帮了大忙了。啊，我早年在台中做学生，学《无量寿经》，李老师讲这部经的时候，我跟他不认识，没有缘见面啊，他只讲一遍啊，难得他把讲义给我了我在台中听他讲无量寿经，他讲第二遍，用康生开的本子啊，那个本子我学过，我有这个底子。看到这个本子，李老师的眉注，我完全能看得懂啊。所以国内没有缘分呢，我在国外讲啊，先后讲过十遍啊，以后在台湾好像也讲过两三遍。
这个本子，末法时期救度众生的第一经呢。任何法本都不能跟这个比啊。三世心念好不好？很好，我提倡的。但是跟这个比呢，那这个比三世心念殊胜太多了。啊，三世心念是名扬两利啊，不能作为诵钟啊！为什么？里面有开示，有念经，有念咒啊，精神不能够集中。助念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一心，帮助亡者一心不乱，要记住这个道理啊！三世心念不能帮助他一心不乱。能帮助人忏悔业障，啊，功效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天天自己学，有冥界众生很多，我们也在帮助他用念佛回向心，这力量还不可思议。所以印光大师的念佛堂，就一句佛号。啊，所有一切超度的牌位都在念佛堂供的牌位，念佛完了之后回向，用这个名扬两利啊，老和尚用的方法比我们高明啊。我们采取三世心念，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经咒还没有死心塌地啊，现在这个经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越讲越欢喜啊，越讲悟得越深入啊，才真正知道这个无量寿经的功德跟阿弥陀佛相等啊，经中这三部主要的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能把它当作早晚课诵的两部经就行了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要至诚恭敬，真诚到基础啊，感应就出现了啊，有感应平常心看待，用不着欢喜啊，欢喜是烦恼，那功夫就破坏了，傲慢心就生起来了，哎，我这个道场第一，别人不如我，这个就错了。啊，瑞相现前，见如不见，要学慧远大师，我们经中出处，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到第四次他往生了才跟大家说出啊，那整个真正叫一心不乱了、啊、极乐世界现前，阿弥陀佛现前，没有动念头
啊，用不着到处去宣扬。啊，临终宣布出去就走了，这个可以。啊，这个给大家做证明，极乐世界不是假的，真去了。啊，而且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连是早年往生的人，通通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慧远大师。啊，身旁一个一个名字，他都叫得出来。你说头脑都清楚，多少人临命终时昏迷了，他的家里亲人他都不认识。啊，睁开眼睛问你是谁呀？不认识了，儿子孙子都不认识了，很多。啊，员工能把老同学一个个名字能叫出来啊。啊，功夫没有别的，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做不到，一心心念，这可以做到。啊，心念就是挂念。啊，一心牵挂，牵挂谁？牵挂阿弥陀佛，不是别人。啊，这就成功了。啊，决定不要去想灾难，灾难与我们不相干呐。外国人讲的。啊，我听说国内也有很多人说净空法师说，那是找麻烦的人。我很清楚，啊，我也很习惯了，啊，好在我们的国家领导很贤明。啊，他对我很了解。啊，这些无赖，他们看到了一笑了之。啊，所以读到这个精进，啊，在先前我们要格外精进，特别精进。一句佛号念到底，依照经中的课诵，早课我们念48愿，晚课我们念32到37品，那是持戒念佛。啊，早晨我们的心同佛心，愿同佛愿。啊，晚课的时候，我们认真反省，忏除业障，啊，认真去检点，改过自新，啊，天天改过自新，学圆了凡，下面第5个禅定。禅是梵文，禅呢，音译的，定是中国字。啊，印度人讲禅，跟中国的定意思很接近。把这两个字合起来。这叫华梵会议。
禅的本意叫静虑，静就是定。啊，但是它定里面呢，它有境界。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叫无想定。啊，佛门不修这个，有人修无想定。无想定修成功了，生无想天，啊，无想天在哪里？在第四禅。功夫不错，到第四禅去了，啊，色界最高的一层了，有无想天。啊，他有定，他没有慧。啊，禅定里头是有定有慧。定慧等学啊，所以禅不是四定，活活泼泼啊，禅定里面空间维次没有了啊。为什么禅定境界里头啊，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就不能得定，一定把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才能入定的境界。定的境界里头没有时空维持，你能看到过去，看到未来，啊，所以预言这个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请教过李老师啊，那个时候有同学送给我的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啊两大本，这是16世纪的人啊，预言世界末日。我向老师请教，这靠得住靠不住？老师告诉我，一般的预言，理论的依据都是数学。啊，中国的易经。啊，数学，用数理来推断。但是要推得很精确，因为这个地方真正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差一点点就不准了。啊，所以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了凡先生碰到的孔先生给他算命的，那是个高人。那决定是精通周易的啊，能够把他一生命运算得那么准啊，可是佛门里不如实说。云谷禅师告诉袁了凡，命运是可以改造的。啊，为什么能改造？佛家的理论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怎么转，外面境界跟着你转。你能把不善的念头全断掉，善的念头让它念念相续，外面境界自然就转了。今天科学把这桩事情证明了，完全符合科学的定律。
我们就不再怀疑了。啊，转念头啊，就转境界。啊，我们晓得空间维持从哪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所以，只要不分别不执着，空间维持不存在。啊，从禅定里面看到的，那就假不了，那是真的。为什么？限量境界，一般语言是比量境界，而推理的比量境界，不是限量境界。啊，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因果看。如果从因果看，现在地球到处都有灾难，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人心不善。啊，灾难多了，让人能够啊心醒过来。啊，断恶修善，灾难就没有了。不善的事情不能再造了。再造了，这灾难就止不住啊！一年比一年多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不是预言啊！每天新闻、网络、媒体都在报道啊，所以这对我们学佛的人。是高度的警觉，让我们认真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首先，这度了自己的好处啊。啊，然后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纵有灾难，这灾难会大幅度的减轻。危害不大了。啊，中国人一定要相信，我们祖宗有德了，祖宗积德了10000多年了，积得太厚了。我们这一代的子孙不孝顺了，啊，所以有灾难发生。这个灾难是老祖宗对我们的惩罚。啊，我们回头认祖归宗，学老祖宗的教诲，我们灾难就化解了。啊，否定了老祖宗，这个不行啊。在中国古时候，不孝顺父母，不尊敬老师。这个罪就很重很重。啊，不孝顺父母就是死罪。不敬老师，社会上没人理你。你这个人背时叛道，谁还敢跟你做朋友？换一句话是，你社会上不能做人。啊，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没有人不尊敬你。啊，没有人不爱戴你。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老实念佛，肯定释迦牟尼佛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的老祖宗在全世界对我们后人爱护无微不至，将他们
千万年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留给万代子孙。啊，这是无价的瑰宝啊！啊，用最殊胜的文言文写出来的，文言文是了不起的发明，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我们现在在揣摩。怎样用很短的时间把文言文学好？啊，祖宗这一份财产我们可以继承了，无价之宝啊！我们看到外国人学文言文，3年就学成功。我们自己要是努力精进，我相信2年决定成功。啊，决定有能力去读四库全书，你肯不肯精进？啊，要精进，心要专一，这就禅定，不能散乱。一心专注啊，这个对年轻人讲啊，年老了来不及了，不搞这个，一心念佛啊，年轻人应当学文言文啊。我昨天才发现，你看我自己都不知道。过去寄给我的民国初年小学生这些资料，昨天才发现，没人告诉我，分量不少，我相当可观呐。我得好好找点时间整理出来，好东西把它翻译出来。真难得了。民国初年，那什么人写的？9岁、10岁，小学3年级、4年级写的文章啊，写的真好啊！啊，高级的那更好了，啊，高级的高等小学是5年级、6年级。真的，现在大学文学院毕业出来，写不出来。啊，我们是迷惑，对这个东西完全不认识、不了解，怕它，因为这太深奥了，太难了，不肯学。啊，所以想想我们从前，啊，80年前，从哪里学起？从认字学起。啊，方块字，啊，那个时候。书店里面可以买得到，啊，一盒一盒，我都学过。啊，在乡下买不到这些东西，老师把纸裁成小方块，一张里头写一个字，
啊，写了五六百个字，都是日常用的。啊，三四岁的小孩就可以认字。啊，一天认几个？中国的文字好学，一点都不难。中国文字的音总共只有420个。不难了，每一个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念法，420再乘四，1600了。中国文字就这么多啊，总共就1600个。读音呢，比外国人字好学。你能把这1600多个字认识了，文言文就没问题了。啊，基础就奠定下去了。先认字。然后进一步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先认，后讲。啊，通通都认识之后了，哎，在每一个字什么意思跟你讲，叫说文解字。从这里下手。啊，然后你就可以读书了。有专门给小朋友编的书。啊，像《弟子规》就是的，《三字经》就是的，啊，同盟所教的，在古时候有十几种。啊，必须要读的。啊，这些基础东西读了之后，再学经典。啊，几岁开始学经典呢？6、7岁就可以读四书五经，懂不懂呢？不需要懂，你只天天念，天天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遍数越多越好。啊，所以有很多人反对，小孩这样学，不读不得学坏了。其实现在的小孩，被现代人教坏了，他要用古时候的方法，小孩都成圣人、成贤人，圣贤教育。啊，叫你读书千遍，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修定。小孩要不用这个方法去训练他，他也会胡思乱想。哦，你们都认为小孩好聪明。好聪明是的，他没有定功，他不开智慧，啊，他会学了很多丰富的常识。智慧是从定来的，他心不清净，不能专注，所以中国从小教小孩，就要教他专注，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所以那个读书千遍是修定的啊，书记住了是吧？那是附带的，不是主目标，主目标是修定啊。人有定，他就有智慧，心不散乱，他就能够积功累德。心散乱，积功累德跟他原知原意。
他做不到啊。啊，所以佛教教人是叫你成佛成菩萨，中国儒家教人是叫你成圣人成仙人，他目标在此地啊，所以不必学很多，都很多样，不需要啊，书只学一种，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呢，下午带你玩。琴棋书画都是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叫陶冶性情啊，教你写字，教你说话，心都要转，不转画不好，字写不好，一定要专心啊。就是游乐里面时候都是高等教育啊，弹琴心要定啊，拨动这个弦，音有正有邪，心正音就正，心邪音就邪。你看看，大学问在里头啊！啊，中国真是寓教于乐。那这什么人做的？圣人做的，不是现在作曲家、作词家他能做得出来呀、啊！啊，圣人，他通大道啊！现在完全上市了，圣人没有了，留下这典籍，我们要依靠这个典籍去摸索。啊，我的想法至少要20年到30年才会出圣人。啊，所以中国教育跟印度这种东方教育，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一般人想象不出来。啊，他的道理，啊，他的方法，啊，他的效果，他的经验，没有人能赶上啊！叫真叫博大精深呐、啊！啊，唱一首歌，吟一首诗。里面含义的无尽的深远现在人把它看作糟粕那为什么他看不懂他听不懂他不能理解就是糟粕啊，西方人东西肤浅，一看马上就懂了，那是精华。啊，中国东西丢掉了，学西方的。现在西方人着急，西方已经走到了终点了。啊，所以他们发出信号。世界末日，啊，地球会毁灭，对他们发出信号。依照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肯定走向这条路。啊，但是中国跟古印度文化不是如此，千年万代呀、啊，啊，它是柔和的。他讲道德，他讲文明，所以禅定呢，这就有世间禅定，
世间禅定是佛经上所讲的四禅八定。为什么世间呢？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就叫世间。啊，天有28层呐、啊，除了下面最下面的2层，四王天、忉利天，不需要修定。啊，行善、积德就能够升天，它是凭福报升的。夜魔以上都要修定。啊，这个定呢叫未道定，没有修成功，但是它有定的体质。啊，譬如我们打分数。啊，夜魔天人的定可以打20分，斗率天人的定功可以打40分，化落天人的定功可以打60分，他化自在天人可以打80分。要打100分呢，他就到初禅天去了，他修成功了。啊，所以那些底下的修定，虽修定呢，没修成，他有功夫不到家，啊，不及格。啊，他们修十善，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加上未到定，所以欲界有6层天。啊，往上去色界全靠定功。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再往上去也是定功，四空定。啊，叫四禅八定。没有出六道，叫世间禅定。啊，他能办世间事啊。定功，即使是未到定，也有这个能力。啊，夜魔夺率的定功。味道的，他能够看到非相非非相诸天，六道里的第28层最高的，他能看见。往下，他能看无间地狱。换一句话说，六道这个范围里头，他看的。一清二楚，世间禅定啊，出世间禅定比这个定更高了。第九定，阿罗汉修成的，超越六道轮。啊，升到四圣法界，超越六道，六道就没有了。啊，说明六道是一场梦，他梦醒了，我们在这个梦中没醒过来，他醒过来了，醒过来就没有了。啊，就像。正道歌上所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有六道轮回，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这个大千就是三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了。啊，梦醒了，
行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呢？声闻圆觉菩萨佛、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净土宗里说方便有余土，这个境界出现了。啊，他在这个境界继续修行，修更深的禅定。总而言之，佛法修学啊，全在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之后放下，就升上去了。啊，你没有放下，是你完全没看破。啊，看破，你没有不放下。张家大师早年把这个方法教给我，我非常感恩。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啊，告诉我，师父，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啊，像走楼梯一样，辗转到如来的，就这一个法子。世尊49年讲经说法，帮助我们看破。你必须看破，啊，不，这个帮助你必须放下了。你才能够向上提升。你要不放下，永远就止于这一层，你不会再上去。啊，像上楼一样，放下下面一层，你才能提升到上头一层。啊，一共51个阶级，就是51层。啊，你不放下，对上面不了解，了解之后不放下，不能提升。啊，我们净宗用什么方法？就用一个方法，老实念佛。就凭这一句佛号，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教你。你跟在他身边决定不错。啊，他真有能力让你永远跟在他身边。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啊，他有无量无边身，他不是一个身。啊，所以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觉到，我没有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没离开我。啊，而实际上呢，阿弥陀佛分身无量无边，充满了法界。啊，哪个地方有求，哪个地方有应。啊，而我们自己也如是，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们的身跟阿弥陀佛在一起，没离开他，可以分身无量无边。我们去干什么？去参访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到一个极乐世界，就等于到一切诸佛刹土。见阿弥陀佛，等于见到一切诸佛如来，不可思议。
每一尊佛都叫你，你能不开智慧吗？你能不提升吗？到极乐世界成佛非常快呀、啊！禅定第二种出世间，出世间出轮回，出十法界。这都叫出世间禅定啊，最后一个上上禅定，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净宗可以把这一句佛号排在上上禅定，人果然能够把你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那就是上上禅定。你定在阿弥陀佛上，啊，千万不能想孙子，一想孙子就完了，就堕六道轮回去了。啊，我在台北精美图书馆，有一年过年，有个老居士，老太太，啊，很久没见面了，过年来给我拜年，告诉我，啊，这一年多念佛功夫很得力，这好事情啊，他说我什么都放下了，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哪一桩事情？孙子，我就告诉他，你把你孙子当作阿弥陀佛，要真的，不是假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你就会往生。如果你孙子不是阿弥陀佛，你会把你孙子把你拉下来了，你所有的功夫啊，都等于零。啊！一句阿弥陀佛，上上禅了、啊。这不是我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在《大集经》有这么一句话：啊，念佛是无上生妙禅。啊，世尊。就是赞叹念阿弥陀佛，是无上甚妙禅，那不就是上上禅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切法从心相生呐、啊。禅定的功德，经律。啊，禅确实翻成中国字就是两个字，静就是定，律呢，律就是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啊，在定中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是无想定，定中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啊，而且怎么样，如如不动。啊，像睁开眼睛，外面同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定。清不清楚？清楚。啊，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样样清楚，没有一样不清楚。他不分别，不执着，一切都不执着了，就是阿罗汉的定，出世间了。如果有执着了，这是六道的，因为六道四禅八定
我没有放掉。我这个念头虽然它扶住了，不起作用，它没断，所以它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的不执着了。啊，我真的放下了，我所都放下了，这是阿罗汉的定，这个超越六道轮回了。啊，生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头提升，把分别断掉，把妄想断掉，妄想是起心动念，这个东西断掉，那就成佛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十法界也是个梦境。啊，到哪里去了？到十宝庄严土去。啊，一般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一切修行功夫达到这个境界，都到华藏去。阿弥陀佛没有离开华藏，啊，华藏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他叫阿弥陀佛，在华藏世界他叫毗卢遮那，是一不是二。啊，在密言世界就是密宗的，他叫大日如来，一二三三二一。啊，无论修行哪个法门，一门成就了，门门都成就了。这是佛陀教育。最高的理念，无比殊胜的方法，我们要懂，懂了之后不分别，知道是一体，知道是一法，能延伸无量法，无量法归一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样子嘛，我们就死心塌地修这一门，其他的法门不动心。啊，一动心就坏了，就怀疑了。啊，什么法门，什么如来，来了我恭敬顶礼供养。啊，我还是学我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不动摇，这才能成就啊！心定在一门之后，门门都通。我们没见性，不能像化身菩萨那明显的贯通。可是我们有人问我们，我们也能够应付得了。这智慧啊，清净心生智慧，妄念很多，杂念很多，就生不出智慧。你清净心的功德多大啊？邋里邋遢东西清出去了，清净心就现前。啊，禅定的功德是静虑，是见性。啊，它去障碍，去散乱，散乱是严重障碍。啊，散乱是念头。
啊，美国休兰博士为人治病，他的原理就是清净心。啊，把心里面，他不是佛教徒，他懂得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夏威夷古老传下来的，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啊，把你的记忆，你能记得的，所有不好的记忆清除掉，好的记忆也清除掉，通通清除掉。恢复到清净心，清净心就能治病。这是他治病依据的理论。啊，他天天要清除这些啰嗦，处理得干干净净。啊，他就有能量帮助这些病人，啊，不用医药，不用打针，甚至根本跟病人不要见面，几千里路之外，他能把人治好。啊，这个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以心控物。啊，念力能量不可思议。最后一个般若，般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智慧第一个是实相，实相就事实真相，你能够认识宇宙万法人生的真实相，这就是般若智慧。啊，真相是什么呢？心有，真有。啊，相是假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相是生灭法，性是不生不灭。啊，这是你看出来了。另外一个人，性是空的，相是有。性为什么是空的呢？性是真的，真是永恒不变。说它是空的，它空无一物。啊，自性，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叫空，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啊，虽然都没有，它能生。啊，所生的这个现象呢，都叫幻象。啊，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法，从哪里生的？从一念不觉。这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理就很深了，这纯哲学科学了。啊，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升起的现象？高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里头
有1600兆次的生灭，就在眼前，不知道，眼前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这六根，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通通都是1600兆分之1秒里面产生。啊，所以叫无常啊，叫生灭。1秒钟已经生灭了1600兆次，我们不知道。啊，他念念不断，念念不一样。如果是一样就好了，一样。那就永恒不变了，念念不一样，叫幻象啊，叫虚妄想啊，啊，所有一切万物通通离不开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见到事实真相之后，对于这些现象，你就没有贪爱了，你不会有起心动念，不会有分别之处，那就是如来所见。啊，佛知佛见，你就成佛了。你不再造业了，起心动念造业，分别执着是严重的业，分别执着是造六道轮回，是吧？变成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自己变的，与别人不相干。设法界也是自己变的。啊，一真法界还是自己变的。真叫自作自受啊！啊，不变呢，不变就成佛了，回归常寂光了。啊，回归常寂光，就是自性。自性本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所以有缘它能现，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这是真正见到实相了啊！见到实相，自受用是观照，他受用是方便啊！他受用以你真实智慧去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啊，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佛与大菩萨，他的本愿是心。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愿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信得了，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他清楚，他明了。啊，一切众生呢，回归自性了。回归自性，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片了，分不出来了。啊，像光一样，这房间十几盏灯光，通通都开了，你分不出这个光是哪一盏灯的光，分不出来。真的是一体了啊！所以说，
十方三世佛，注意，十方三世，为什么呢？包括我们在里头，共同一法身，这是一体，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一然，这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告诉我们，我们跟一切诸佛是一体，我们跟一切众生是一体，我们跟山河大地、树草花木都是一体，无二无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是事实真相。般若的功德，对自己来说大觉，大觉就成佛了。圆满的觉悟了，大觉之后，只有一桩事情。度他，度他，教化众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没有一尊佛不教学。没有一尊菩萨不教学，佛菩萨的事业永远在教学，帮助众生不断向上提升，一定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学生毕业了。毕业一定到他有缘的地方去教学，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之后，老师叫他离开。他问老师：“我到哪里去？”老师告诉他：“你的缘在南方。到南方去。哪个地区跟你有缘？”你就到那里去，你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这个运，就没地方去我们这一生，我这一生，不像别人，运在哪里？运在。卫星网络，要没有这个东西，我到哪里去讲经没地方去想听经的人。愿意讲经的人全有障碍。所以轮到最后是什么方式呢？就到每个人家里讲，听众三个五个，像我初学讲经的时候那样。这个什么，这个人干涉不到，寺庙不请你讲经，公共场所不欢迎你讲经。
啊，为什么佛法衰了？讲经人没有了，啊，障碍太多了。啊，好在现在你看，这一个这么小的摄影棚，啊，用无线电，居然能够联系到全世界。啊，有缘的人都能收听得到。啊，没有道场啊！居无定所，一生过着流浪生活。啊，生在这个时代，靠这些高科技。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工作，啊，也做出一点效果来了。啊，所以佛法，佛陀在世，把护法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没有国王大臣做外护。没有真正善知识做内护，你都不能成就。这些都是经教的一句话，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才能有感应。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护持。如果不是真实心中，障碍就很多，肯定把你障住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